我们来观战一把汉赋。汉赋，之前说要来我们的那个屠王挑战赛啊，但因为我们这边人比较多，哎，泽尔塔独立属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一把汉赋其实不太好赢。啊，这个阵容汉服不太好赢，小女孩、佣兵、昆虫加子弹夹上来抓昆虫，节奏其实挺一般的。然后呢，佣兵又是个比较稳定的救人位，他的赢面可能要在第一波防守的时候做出双倒，然后再滚雪球，没有那么好赢的。这把汉服赢了，下次我们邀请他来我们的挑战赛，因为我看上他胜率好高啊 ，S7 88%的胜率。因为我觉得他这把有点难赢，所以说如果赢了呢，汉服这实力到时候邀请来我们直播间的挑战赛，然后跟我们的水友对吧打两把。第一轮其实这里的话甚至有可能要逼出闪现啊，一旦是使徒这边被昆虫逼出了这个闪呢，赢面就更小了，难打哦。闪现交出来，看一下密码机啊！密码机的总量的话 2.5， 就双导是一个锁屏，有没有可能打架？慈岸家小女孩不是特别好打，双导应该是锁定平局，然后呢三人开门战看，如果不是双导的话就比较难判断了，不是双导的话有没有可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得看第二波救人，因为第二波救人，这波救人是一个正常佣兵单救嘛，第二波救人是伴随打架的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这一轮没能打出双倒的话，第二波救人决定了这一局的胜负，也就是说这一轮救人佣兵是吃一刀一刀为大家救下来，对吧？监管者这边的赢面基本上就没有了、基本上就没有了，除非待会儿穷者出现重大失误。我们来算一下，小女孩这台机子修完以后，她就等于说是一个空余位了。佣兵修最后台机子，小女孩去救人，救完人以后可以辅助。子安家这边的机子修完以后呢，也能赶过去，就拼操作了啊，就拼操作了。使徒要击倒挂飞昆虫以后，再去管佣兵的机子，锁住那台机子去消耗求生者。才有那么哎，等会儿，夜风罩，那汉服你得加油啊！你能输给这个子弹家吗？不行吧，这波防守，哎啊，对，打得好，来，夜风罩。你来嘛，我就镜头锁定你了，来。这里其实佣兵就会更好一点，先看看机子，机子差了一半，佣兵一个护臂跳走，来，镜头给到子弹夹，18秒技能。表情拉满，待会儿人救不下来。小女孩过半，这边咱家决定要等这一轮技能 CT， 闪现一刀直接打，打完以后往前跳。咱家手里还有个飞轮啊，来，你救！皮是没有用的啊，皮是没有用的，一波成功的拦截。这里的话守住，把小女孩挂飞，佣兵一个护臂跳过来，捞得下来吗？哎呦，这个使徒有点厉害呀，切错了，为什么要放这个慈岸家？等会儿佣兵挨了两刀战役，讲道理应该先挂这个慈岸家，你不能是有什么动了恻隐之心吧？这慈岸家刚才在你面前跳舞，你能放他走？哎，对，好，打得好，